大家好，我是火象。今天我来了太空山的 TSUTAYA。 TSUTAYA 好像台湾的煎饼书店一样。 Let's go。 好，这里我是播客，所以你们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书，我觉得这很不错。
Thank you.